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尊敬的诸位大德同修，阿弥陀佛。请大家合掌，我们一起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无量寿经，请大家先开注解506页。506页，请看第八行。种种共聚者，花香、床幡、宝盖、璎珞、卧具、天乐等等。这个地方啊，给我们介绍菩萨供养一些诸佛有哪些物品，举了一些例子，像花香。其实这个花前面呢还可以加个字，什么字啊？宝，宝花、宝香、宝床、宝幡、宝盖。像这个璎珞啊，也是的。另外还有这个卧具、天乐等等。关于这个天乐，佛讲经的时候啊，有许许多多的天神也在现场听佛讲经啊，听得很高兴。然后呢，用这个音乐来供养佛。佛也接受。像在中国传统舞蹈当中，有一种节目叫做飞天，大家看过没？敦煌飞天。所以你看这个敦煌壁画，就有天人呢在这个上空啊供养佛菩萨，他们也想修功德嘛。那这个天乐听起来呢，那是非常清净的，让我们听了之后绝对不会产生贪嗔痴慢的想法。不像我们人间的音乐啊，说句老实话，现在的音乐啊，哎呀，我们也不想去评论他们，真的让我们往往听了之后呢很容易起心动念，不清净嘛，受到污染。后面接着讲，如是一切无量无边殊胜供养之具，皆随即至如愿供养。看看极乐世界的菩萨能力太强大了，前面所说的这些供养具是我们世间人看过的啊，听过的，那还有很多呢我们闻所未闻，佛就不讲了。为什么不讲？讲了没用，你还在那边瞎猜，
还在那边呢胡思乱想，所以佛就不说了，一句话就带过去，无量无边供养之具呀，非常之多。那么这些供养具呢，是随意即至，动个念头，这些供养具马上就现前。如《无义本》里面说，欲得自然万种之物，即皆在前，持用供养诸佛。所以说啊，菩萨们要供养佛呢，真的是随心所欲。这是讲对上，佛是老师嘛，供养老师，同时呢还能够供养其他佛刹里面的众生，这是跟大家广结善缘。宋义本曰：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以供养。是故云：随即至，无不满愿。这是讲啊，供养随意，最重要的。往生到极乐世界的大众，他想要供养佛呢，随时都可以。为什么？阿弥陀佛发的第37愿，这个大愿的力量呢，就能够加持大家，使每一个菩萨个个都能够做得到啊，无不满愿的。那我们为什么要供养佛？佛是圣人，您供养他就可以修到福报，佛是大福田。同时我们供养佛之后呢，还要听佛讲经，哎，又能够同时修慧。所以在佛这方面呢，我们是既修福也修慧，这是自利。而且菩萨供养佛不是只有一尊，哪里有佛他就能够分身过去供养诸佛如来，并且呢到了那个佛刹，再看看哪些众生啊与他有缘的，而且这些众生呢愿意听佛法，菩萨就变一个身，应身化身，就到他的面前给他说说佛法，劝他念佛求生极乐世界。所以菩萨每天都在积功累德，都在修大福报大智慧。这就是为什么极乐世界的菩萨们成就那么样的快速，因为他亲近的老师太多了，不计其数啊。那你像我们在图文吧，你亲近几尊佛？一尊都没有，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福报缘分不够嘛。所以大家想要快速成佛，还是要去西方净土。在《宋义本》里面讲：“我以神力令此供具，自至他方诸佛面前，一供养。”从这儿你就知道，菩萨能够做到随意供养，有谁在帮他们呢？阿弥陀佛。所以啊，这个大愿非常殊胜，很了不起。我们到达极乐世界呢，也有这样的一个能力的，因为有阿弥陀佛帮忙嘛，我们就能够欢欢喜喜的供佛闻法。接着是第38愿，应念受供愿。经文：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这个后面两句话呢，是把这一章愿文做了一个小结。所以这些大愿呢，阿弥陀佛呢，都一一的兑现了。佛只有一个想法，
希望升到极乐世界的大众们，不管是怎么品位的，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快速成就无上的佛果。底下再来解释，下为地萨巴应念受供愿，颂译曰：所有菩萨发大道心，欲珍珠璎珞，宝盖床幡，衣服卧具，饮食汤药，香花祭月，曾是供养他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世尊而不能忘。我们看了这些话，非常感叹的。你看极乐世界的菩萨，他们每天其实忙不忙啊？也挺忙的，是不是？他可以分无量无边身嘛，到一切诸佛刹土供佛度众生。那我们看的这个经文呢，不能只是赞叹羡慕而已，孩子们呢，要有这样的心。我们世上还做不到，但是要有这样的心。怎么做呢？譬如说我们这个地球目前有80亿人，那这80亿人是不是佛？是佛，未来佛。那我们对这些众生呢，也要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帮助他啊。可以修财布施的，就用物质帮助他；他愿意学佛的，我们把佛法供养他。如果我们会这个医疗方面的技能知识，您也要照顾别人嘛。这都是无为布施。所以三种布施呢，同时尽力随缘把它做好。经上所说的珍珠璎珞宝盖床幡等等，都是从哪里来的？全是自信变现出来的。大经里面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点呢，现代量子力学家他也认可了，而至少他们提出一个念一个概念吧，物质是念头的波动现象，这不就是佛经里面所讲的吗？一切法从心想生。菩萨要供养这么多佛，那他是不是身上带着很多的宝物，然后呢到佛的面前供养佛呢？不是的，他出去之后空手而去，见到佛呢，所谓顶礼三拜，又绕三匝，这是礼节嘛。拜完佛之后呢，那个手往前一伸，马上那个宝物就怎么样呢？就在手上。想要什么样的宝物，应念现前。那佛呢，也伸手把这个礼物啊接过去，接过去之后呢，那个宝物接着就怎么样呢？不见了。你想象一下，菩萨可是每天都要出去供养佛，那这么多的菩萨供养佛，如果那个宝物真的有个体积大小的话，您说佛要建一个多大的仓库啊，才能够容纳这些礼品吗？佛没这么麻烦，那些礼物呢，收是收了，但是很快就消失。那它消失到哪里去了呢？回归自信了，真的是太妙了。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尖端科技。这一点现在科学家无法想象的，这怎么可能呢？当然您觉得不可能啊，因为您现在是人嘛，所以你觉得这太不可思议了。等到您成佛了，做菩萨了，一切都是事实。
这个经文里面还讲了，我于尔时，这个我就是阿弥陀佛，令彼他方诸佛世尊各书手臂至我刹中受事供养。这是很不可思议的。怎么讲呢？极乐世界的菩萨没有过去，他方世界的佛也没有到极乐世界，那菩萨要供养佛，佛怎么办呢？佛可以把他的手伸过来，到达极乐世界接受菩萨的供养啊。你从这就可以了解到佛的手长不长，就是我们娑婆世界好了，从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把手伸过去，那佛的手多长呢？十万亿佛国度啊，这么遥远的距离，哎呀，这太，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但是这是事实啊，佛不会打妄语的。令彼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正因为菩萨得到佛力的加持，所以呢，他们都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呢，成就无上正等正觉。诵译愿文，深显佛力，有如魏译本的经文里面说，一发念请，这是讲一念之间，供养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尊，而不失定义。菩萨天天供养佛，他始终都不会让他的定义啊失掉。这个不失是讲菩萨们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虽然没有任何的想法，但是每一桩事情呢，都是做得圆圆满满。是名自利，是以极乐人民，或因佛力加披，或以自利公缘，皆可随念普供诸佛。的确啊，供养佛是每一个学佛人的心愿。我们供养佛，表示我们对佛尊重、仰慕、感恩，发大心，要效法诸佛如来的心性，做佛的真实入世弟子。如经云：“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你看哦，十方诸佛啊，他们有这个大心通。当我们在这边有一个想法要供养佛，佛怎么样呢？他已经收到了，刚刚动这个念头，马上就收到了。念老讲：“身显生佛不二。”这就告诉我们，佛跟菩萨跟一些众生是什么关系啊？是一不是二，是一体呀。感应道交供佛之念才兴，诸佛摄受已毕，顿修顿证因果同时。我们才刚起个念头，佛马上就晓得了。菩萨他那些供养具都是从真诚心当中现出来的，佛呢都知道，也都很欢喜的接受了。那我们现在为什么双手变现不出这些珍宝出来？根本原因何在？我们现在不会用心呢，我们每天用什么心呢？都是妄心。如果哪一天灵也恢复到真心，像圆教初住以上的菩萨，那就太好了。您的手就怎么样呢？手出无量珍宝啊！
所以说人生一世啊，我们种种的受用怪不得别人，起心动念自己要负责，我们所做的事情也要自己晓得这个因果关系。所以呢，能够随顺自信，那个功德受用不可思议，违背信德呢，那是天天在造业，造的业必定要受苦果。所以佛教我们大家要修禅定，你看八万四千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大家修心的，把妄想分别执着都放下。今天我们大家修什么禅定呢？念佛三昧，三昧就是禅定嘛。我们这个方法呢非常巧妙，谁都可以修，随时可以修，随地都可以修，多好啊！纵然别人呢不愿意听到我们念佛，我们还可不可以念阿弥陀佛呢？还是可以念。你怎么念呢？心里面念，心里念，他就挡不住了，障碍不了。只有一个人障碍你念佛，谁呢？就是自己咯。那自己不肯念，那就没办法了，要自己发心。怎么让自己把这个念佛的心升起来，还能够保持下去啊？那就一定要深入经藏。所以我们每天呢要读无量寿经，每天要看念老这个注解，每天要听波经记，让自己这个念佛的道心无比坚固，毫不动摇啊！一直到成佛之前，这句佛号都不中断，升到极乐世界，你也能够像那边的菩萨一样应念受其供养啊，供养佛，供养一切众生。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愿文呢，要发大心，早点去。下面是第39愿，庄严无尽愿。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有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大家看了这段经文作何感想？极乐世界好不好？太好了，好到没办法说啊。下面讲，从第39到第43，这是五个大愿，是设佛土功德愿。刚才这个第39愿经文是庄严无尽愿，在会书里面解释，严是庄严，净是清净，光为光明，丽为华丽。严净是名体离垢，所以这个严净是说明呢，极乐世界的本体呢，它是远离一切尘垢的，尘垢就是说烦恼。极乐世界之所以那么样的美好，人事环境、物质环境那么样的殊胜，在于呢，每一个佛菩萨都做到了清净平等觉。你看一些有会看风水的风水家，
他们就能够觉察到这个场所环境好不好。其实他们懂得一个道理，风水好不好跟什么有关系啊？跟我们的心念呢，你心清净，心善良，这个地方呢就是风水宝地。反过来，如果心充满了贪嗔痴慢、自私自利，那这个风水宝地马上就变了，灾祸连连了，不适合居住嘛。所以极乐世界啊，的确是跟别的佛刹不一样啊，尤其是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其实我们这部《无量寿经》呢，所讲的内容，基本上是讲的凡圣同居土。他那个凡圣同居土，很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也是自信变出来的，不像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都是阿赖耶变出来的。它是生灭法，极乐世界呢，不是生灭法。所以呀、啊。到达那边，我们的身体是法性身，我们这一个神识呢转过来了，所谓转八识成四智啊。那所居住的场所全都是法性土，因此这里讲到严禁，提醒我们，我们想要啊让自己身体健康，要让自己环境舒适如意，一定要怎么呢？要把烦恼习气放下，这样子、啊、就会出现庄严清净的景象。而这个光丽是表象奇特，什么叫做奇啊？这个相好很少见，所以叫做奇，不同一般呐、啊。特呢，特别，与众不同。以长、短、方、圆、大小等为形，以青、赤、白、黑、正、不正为色。所以这个形呢，是说的长、短、方、圆、大小。那颜色呢？这里讲了几种，青色的、赤色的，赤色就是红色，还有白色、黑色，还有正色、不正色。那个正呢，就是纯色的；那不正呢，就是它有夹杂别的。正色就是纯青、纯赤、纯白、纯黑，皆非世间所有，故云殊特。的确，极乐世界的相好形色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绝对没有看过的，并且呢，它还超过其他诸佛刹土。这讲到殊特，其实我们看到这里的说法呢，真的很想到极乐世界亲眼看一下，是不是？我们讲的再多，不如怎么样呢？亲眼目睹嘛，那这个信心就更强了嘛。当然，我们也相信佛经讲的都是真话，不会骗我们。以为这个意思就是说呢，万物体无垢染，故曰严净。在极乐国土啊，我们六根所接触到的六层境界，一点点污染都没有，哪里像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有没有污染呢？不要说外面好了，我们自己本身是不是一个污染的来源呢？也是啊，是不是？要不然您为什么每天要刷牙？为什么要洗脸？为什么还要沐浴？就证明我们这个身体怎么不干净？所以我们每天都在染污这个地球，没有让这个地球越来越好，
八十亿人呐、啊，再加上那么多的动物，你说这个地球，其实我们要很感恩这个地球。我们天天在破坏它、伤害它，地球没有生气呀、啊。它实在是受不了了，就会出现一些什么呢？灾害。其实这些灾害是警告我们不能够破坏这个自然现象。所以你看现在这个染污啊太多了，空气受到染污，水受到染污，食物受到染污，物质没有一样不受到染污，我们的精神呢也受到了染污。极乐世界没有这种情况，他们那边呢形状色彩相好都是光明绮丽呀，所以叫做光丽，美不胜收。其形与色皆非世间所有，故曰形色殊特。的确啊，那边的所有的现象啊，不是我们这个时间所能够想象的。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差异，是因为那个世界是自性所现的。这古人说的好吗？唯心净土，自性弥陀。您再往这个深处去想一下，这个净土是指极乐世界，这个净土跟阿弥陀佛是什么关系？极乐世界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极乐世界，深土不二啊。不像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这十法界啊都是阿赖耶，见相两分呐、啊，见分相分现出来的。那极乐世界的菩萨们呢，全都转过来了，转八十乘四支，所以个个都是清净无比的。在会书里面也讲到，点是妙理相集，故为穷微。这个点是指如微点之事相。现在这个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了，把这个物质啊分到最小的一个单位，叫做什么呢？微中子。大家看《金刚经》里面讲，叫一合相。那个一啊，就是微中子。那个微中子多大的体积呢？科学家告诉我们，100亿个微中子合在一块儿，那个体积的大小相当于一个电子，等于说一个电子的100亿分之一就是一个微中子。微中子啊，佛家里面讲的叫做极微色，或者叫做极微之微，也就是这里所讲的穷微。但是科学家不是凭自己的肉眼看到这个微中子，他们是用高倍这个电子显微镜才看到的。那佛是怎么看到的？佛就用他的眼睛就看到。他是怎么眼呢？我们前面不是学过吗？佛有五眼呢，肉眼、天眼、法眼、慧眼、佛眼。我们是什么眼呢？可怜巴巴的肉眼。是不是这个眼睛的功能太差劲了？所以这个世界啊非常微妙，真的这些物质呢都是由这个微中子组合而成的，它们都是相似相续的假象。正因为佛菩萨知道这个事实，所以他们在一切境缘当中都能够做到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我们为什么在境缘当中会胡思乱想？
没看明白，没搞清楚，不晓得一切法啊是唯心所现，唯识所变的。极乐世界是只有唯心所现，没有唯识所变。我们这个娑婆世界除了唯心所现之外，还加了一个唯识所变，这就不同了。该怎么办呢？转咯，让自己这个念头越少越好。等到自己没有杂念妄想，宇宙人生的真相你就自己亲眼看到了。我们现在只是听一听，是不是？关于这个穷威哦，哦，知道是这么桩事儿。等到以后您自己无眼圆明的时候，那就亲证了。接着，无漏之相，实相之相，故谓极妙啊。这个漏是烦恼的意思。这几句话，我们用太空物理、量子物理来解释啊，大家容易懂。学佛就是希望呢，自己能够有一天真正做到无漏啊，也就是没有烦恼，没有动荡，没有动向。弥勒菩萨说嘛，一弹指有32亿百千念，那就是个动向。这个动的频率太高太快了，我们一般人呢无法觉知，但是八地以上的菩萨知道。所以我们看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他就说了五句话，五句话当中就有一句说：何其自信，本无动摇。从这儿我们就知道慧能大师的心定不定了，特别定，至少超过神秀大师，是不是？如果没有超过神秀大师，他怎么可能继承这个衣钵成为六祖呢？所以啊，天天读经听经念佛拜佛的目的就是让自己的杂念妄想越少越好啊。哪天您不动了，那就太好了，这个时候自然就会产生智慧。如果还在动，那只会生烦恼，不会产生智慧。所以修道之人要做到身动心不动。其实我们这个古人讲的话蛮有道理的，意思很深呐、啊。活动，你觉得两个字意思深不深呢？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够细讲，我们就说一句话好了。您想要活就要怎么样，就要动，是不是？但是这个动是什么动呢？是身体四肢可以动，是不是？可是有一地方绝对不能够动，心不动。拜佛嘛，绕佛嘛，是不是？我们看一直在走路啊，这在动啊，但是心呢，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好。拜佛，拜佛跟绕佛相比，拜佛的效果更好。大家可以试一下吧，您绕佛3个小时，然后下一次呢换成是拜佛3个小时，那个效果更明显。说不定拜着拜着您这头一抬起来，忽然大悟了，忽然就看到阿弥陀佛就现前了。要定啊，建议大家多拜佛。好，下面再解释一下意为，这个意思就是说，极乐一切事相一毛一尘之微点。这个毛啊，是说我们这个汗毛，汗毛的尖端呢可以放那个微尘，一般我们这个眼睛不好的人还看不到。这些相状皆从实际离体而显，这是说极乐世界。
点点滴滴都是从哪里来的？从实际离体。这个实际离体是自性，或者说法性、佛性、真如、真实之界、涅槃都可以。因此极乐世界不是个虚妄相，它是不生不灭的，与妙理相即不二，故曰穷微。穷微就是穷尽微妙，极其微妙的事理，极乐世界的菩萨也都看得一清二楚。穷就是尽，微就是精，合在一块就是穷尽精微。且此一切形象乃清净心之所显，这不就说明吗？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呢？所有的人事物都是从清净心而显出来，不是经过阿赖耶变出来的。阿赖耶的见分相分是生灭法，整个极乐世界呢就是自性。弥陀无漏功德之所现，故为无漏之相。难怪极乐世界这么好的，极乐世界那么大，怎么来的？全是阿弥陀佛无漏功德所现出来这个相啊。所以我们要懂得清净心是缘啊，清净心是因，清净心是因，而阿弥陀佛的无漏功德呢是缘分，有因有缘，果报就来了，就是无漏之相出现。且一一皆是圆明具德，一一皆是圆圆果海。这个道理啊，越说越清楚啊。在那边呢，每一法都是圆明具德，圆是圆满，丝毫不杂；具是具足，明是明显，德是什么呢？德相、德用，而这个德相、德用都在一些万法里面。圆圆果海，这句话，这个括弧里面讲，见显必圆通，指无上圆满圣觉果德之海。这个圆圆果海是妙觉如来所证得的境界，海是个比喻，深广无际，那这种境界等觉菩萨还看不到，佛入了这个境界。当体即是实相，相而无相，无相而相，故曰极妙啊。它妙在哪里啊？妙在呢，原来性相是一，性相不二，不能说它有，也不能够说它无。我们说它无呢，哎，它确实有相；我们说它有呢，这个相不可得。就如同《大般若经》上所讲的那个话，把它一归纳，十二个字，四句话：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真的，我们要把眼前的这种种的现象要看清楚啊！无有一法可得啊！说的最明显的吧，今天几号了？今天三号是不是？是不是？今天三号，昨天是二号。那昨天的二号，我们明明有过这个日子，那昨天在哪？昨天就过去了。再说今天三号好了，已经过得怎么样呢？快一半了。所以我们人呐，要头脑清醒呐，要知道我们在这个时间不是永恒住在这儿的，人总是要死的。那死了之后，
神识又去投胎，这讲这六道里面转来转去的轮回不止啊。所以真正觉悟的人他就不愿意呢再继续了搞轮回这个把戏，要头脑清醒，要理智，要这一生呢处理这个虚假的世界。我们现在身体还不错，还蛮健康的，还没有把这个了生死的事儿很看重。可是我们要观察一些病人，一些老人家，有时候一些同修啊要求我们呢帮忙登记牌位回向给他的家人，说他的家人呢最近生病了，尤其是一些老人家生病了。真的，我们照顾过一些老人家，看过一些身体不方便的老人家，知道啊这个劳苦啊那是很难受的嘞。又生病又不能够动，但是呢他又很想自己啊做许许多多事情，心有余力不足啊。所以我们看的这个现象都在提醒自己，一定要趁自己的身体还健壮的时候，还能够动的时候，就应该多念佛。这个嘴巴嘛还能够动，多念阿弥陀佛；四肢、腰、膝盖还能够动，多拜佛；脚还能够走，多绕佛；手呢还能够动，多为别人服务。真的不要等到自己老了、病了，才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才想到别人帮忙，那时候太晚了。所以人要未雨绸缪，这是智慧。接着慧书说，广略相入，不可思议，故云无能称量。这个境界啊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啊。大家如果要把这几句话真正搞清楚，我们建议大家看一下普贤菩萨行愿品。你看广略相入啊，广就是广大嘛，略就是简略嘛。一般概念当中小入大啊，这个没问题，但是如果大能够放到小里面，这个我们就无法相信了。比如说把这个麦克风放到这个抽屉里面去，你觉得可不可以？没问题，是不是？抽屉一拉开可以放进去了。可是可不可以把这个抽屉放进那个麦克风里面？我们怎么都不行，是不是？但是这里明明讲到啊，广略可以怎么呢？相入互入啊，大能够容小，小能够入大了。啊，我们举个例子，你看这个大藏经在这边，四库全书在这边，如果把这个四库全书的文字啊用电脑打出来，一压缩1500册的文档，可以把它压缩在哪里呢？一块小小的晶片里面。哎，这个就是什么？大能够入小，是不是？你想要哪一篇文章，你就可以用电脑连上这个机器，把它印出来。所以啊，我们从这个科技的现象当中也能够稍微感受到佛经上所讲的法身菩萨以上的圣人他们这种境界。极乐世界全显世事无碍法界，一多相集，小大相容，广略相入，重重无尽，超情离间，言语道断，故不可议。
心思路绝，故不可思。的确的，这一段开示啊不长，但是已经把极乐世界啊讲的淋漓尽致啊。它那是什么世界啊？不可思议解脱境界啊！整个极乐国土都是四十无碍的境界。我们看《华严经》讲四种无碍：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最高境界就是事事无碍。我们现在在这个地球上生活，刚刚相反，改一个字：理有碍，事有碍，理事有碍。最麻烦的，事事都有障碍啊。华藏世界事事无碍，极乐世界也是如此的。他那边呢是一多相即啊，一就是多，多就是一。并且呢，华严经还讲到一即一切，一切即一啊。其实我们学佛呢，如果真的功夫到家，你也能够多少体会到这个经上一点意思。比如说我们学习无量寿经好了，你学无量寿经呢，真的把这部经呢学通了，像慧能大师他学金刚经他就通达了。一部金刚经通达之后，其他的经典他通达了没有？通达了。所以三藏十二部他全都懂了啊，四库全书全都知道，怎么知道飞机他都晓得，开悟了嘛。小大相融，就说那个小好了，刚刚提到微中子，微中子里面有什么？你看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就有介绍，它能够包括包容尽虚空变法界一切诸佛刹土，这是信德。广略相入，这是我们刚刚已经提过了，大能够入小，小也能够入大。所以我们大家明心见性之后啊，也就能够亲自证得这种经上的境界。重重无尽，超情离见。现在我们当务之急要做到什么功夫呢？就是这里一句话，超情离见。超就是超越，离远离放下。我们要把什么放下？要把情识见解都要放下。情识是执着的原始点。佛家常说众生呢都有贪嗔痴烦恼，这是所有烦恼里面最严重的三大烦恼。贪烦恼的核心就是情执，嗔恚的核心就是傲慢，愚痴的核心就是怀疑。修学佛法就是要把那个最难断的东西啊把它断掉，这个都断掉了，那其他次要的就容易得多了。我们现在用什么方法来断贪嗔痴呢？静中很妙，不管是什么念头冒出来，您赶紧用一句阿弥陀佛把它取而代之。情见一展开，就是无量无边的烦恼，无量无边的习气呀。所以我们为什么生生世世不能够出六道，不能够出离十法界？说实在话，就是被那个情见给害了。凡夫可怜呢，哎呀，喜欢这个情见，喜欢的不得了，
爱的死救活来的，那这样子就会导致他怎么样呢？生生世世不能够出六道。所以阿罗汉比六道众生有智慧的地方就在于他知道六道是假的，包括我们这个地球嘛，整个地球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要把这个虚假相要看清楚，我们可以受用它，但是呢不要去执着它，不要去分别它。就像这一堂课一样，我们认认真真的学习佛法，学完之后呢把它放下，接着呢老实念佛，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事情嘛，不管是听到还是看到，知道就好，不往心里去。您有智慧啊，看得很清楚，听得很明白，您放在心里面那就麻烦了。本来心是很清净的嘛，又装了一大堆垃圾进去了，那不是自己害自己吗？不要，不把这些东西放里面，放在心里面只有一样阿弥陀佛，你就成功了。这一点呢至关重要，一定要保持到我们临终最后一刻。莫学悟圣初习念讲，难免有讲错以及疏漏之处，如果有任何错误，敬请诸位大德予以批评指正，谢谢大家，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